今天我们讲杂行三九五和三九六经，三九六还是三九七？我看一下。对不起，三九七和三九八经。好，所以现在我先把声音关掉。看见吗？智能，看见，好的，三九七经，杂含呢是这个经文我们知道了，是属于北传的了，因为它是从印度经过海路，从广州传来的，所以。杂含的经文里面，我们有的，它有一些南传的大藏经里面没有。不过，昨天的跟今天的我们的这些经文都有，南传的都有，而且是，这今天这两部经是几乎是一样的，一模一样的。文句也是几乎是一模一样。所以，有一些东西我们一边。在讲，我们一边可以会思维，会觉得很奇怪，怎么会？有一些是几乎是一模一样，而有一些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但是因为这就是时间的问题，时间很久了，2000多年的时间，所以可能有一些是散了。你要知道，以前并没有我们现在这么方便，储存这些文件。以前都是这些经文是用那些棕榈叶来抄写下来的。我不知道带到广州的是哪一种那些方式了，是不是棕榈叶？我不知道。不过，总之带回来，总之时间这么久远，它就会有一些失散，而且，现在我们对比的时候，它也有一些不同，不同是有了，这个是肯定的，因为，向外传播的时候，那些人带出去，总会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所以，不过今天我们还好，这两部经是一样的，跟昨天的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先讲397经，经和荒树的树叶经，Gadira 哦，Bada 是树叶，Gadira 就是经和荒树啊，那么就是树叶经，就是用这个来做比喻啦。下一部经就是指那个33天的那个天王的那个石柱的经，Indakila 就是33天的天王的石柱，天上也有石柱，难以想象，对吗？但是我们看不到。如果那些有天眼的人，就或者可以看得到天上的情况，所以下一部经就是讲那一个。今天我们先讲397经这个《经和荒树树叶经》，前面这两个还是一样，是阿难陀听闻背下来的，那么是在波罗乃国的鹿野苑。那么这时候，佛陀告诉，跟比丘们说话，他还是因为你要知道，四圣谛这个法是非常重要的法，所以佛陀并不是一次在说，他可能说了100次、1000次都说不定，因为
来的人太多了，他不只是说一片而已，然后就由阿难陀去背出来让他们听，不是的，他是亲自说的。所以，而且有时候又用不同的比喻，用在解释这个四圣谛。这里就是一样，今天这两部经都是用比喻来解释这两部经，所以他就说，我如果对四圣谛的苦圣谛为无间等，无间等，我知道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它的巴利文是阿毗什玛雅，就是指观修的意思，就是说你要修它，你平常要观察，要去修它，要去认识它，所以这叫无间等。对苦集圣题，对苦灭圣题等等，还没有去观修的话，言我得苦灭道集圣题无间等，那么你就说你有修八正道，有修苦灭道集圣题的话，此说不应。就是这样的，是说不过的，此说不应，就是不符合的，不符合道理的，所以就不应。所以者何？无有是处，因为是不对的，根本就是错的。如果你这样说的话，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对苦的真理的观察，对苦的原因的观察和灭苦的去观察去修的话嘞，你如果没有去做这些，不认识这些的话，你说我在修，这是说不过的，明白不明白？所以你不要以为四圣谛就是一个一个来，不是的，四圣谛你是一起做的。我们在修四圣谛的时候呢，就是你观察苦，然后你就找到苦的原因。然后你就想我要去灭苦，然后接下来下一步你就想我应该怎么做，对吗？就好像平常我们处理各种各样的我们生活之间所遇到的难题这样，一样的，我们总会遇到一些难题，那我们要处理它。处理难题，难题就是苦来的，你就要去处理它。所以，我们平常我们不能够把我们所遇到的难题撇在一边不理它的，这是没有可能。你要面对它的，所以因此，从我们生活之中，你自己怎么样态度来面对你的生活，就可以看得出我们的思想，就是我们的这个心里面呢是怎么样来面对我们自己的生活，对吗？所以其实苦集灭道就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我们在怎么样来应付我们所面对的各种生活的考验，你就要才从中观察，你就可以应用佛陀所讲的这个四圣谛在里面。当你解决那个问题的时候，那个方法就是道体呀，它就是道体，所以实际上苦集灭道它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对吗？所以如果你说你面对苦，你找到苦的原因，然后你要把这个苦解决，而你是说没有修它的道，那是不可能，无有是处，这是不可能的。比如，他说：“有人说，有人言，有人说，我欲取提罗耶，就是指这个金合欢呢，嘎迪啦啊，我欲取提罗耶，何及作器？这是一种树叶了，这个树叶很大片的，那么你可以把它树叶卷起来变成一个漏斗，那你就可以装水在里面。以前因为不像我们现在，我们可以去买塑料，
对吧？罐子啊、瓶子、很多盆啊、桶啊，对不对？就可以拿水。以前你看没有的，你可以看，如果你有去印度的话，到现在他们还是那样，农村呢、啊。拿水的工作都是妇女在做，而她的拿水的那个东西其实是陶土做的，圆圆的，下面窄，上面宽，那么有个口，下面一个圆的口，她就去拿水。你以为到处有自来水？没有的。印度很多地方都没有自来水，它可能有一个公共的自来水，所以每一户都要自己去那边拿水的，就跟我们小孩子的时候，住的地方也是一样的。我们小孩子住的时候就是这样，它有一个公共的拿水的地方，你就去那边拿水，自来水了。更早的时候就是在水井边。所以那些妇女就要去水井那边把那个水拿上来，装在那个陶的罐子里面，然后就陶的罐子放在头上，就顶着水拿回来。不过这个呢，用这个椰子的，就是附近的，不可能也远途了。远途的话，你怎么放在头上，对吗？就是在附近而已。以前不像我们，你可以找一个塑料的小瓢啊，是什么东西，就能够把水拿来洗手啊什么。以前没有的，还要用椰子，是吗？所以他用把那椰子卷起来，装了一点水在里面，然后就可以拿到附近的，可能走几步这样，所以他就要用这个。圣水池型拿出水，如果你要拿这个金合欢的叶子，那树的树叶来做圣水器，他说不可能的，无有是处。为什么呢？你对这个苦集苦灭道，你没有去关修它的话呢，就是。没有的，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他说，他意思是说，这个金合欢的树的树叶的话呢，因为它的树叶是非常粗糙，对吗？你拿着那个树叶尽管给你卷起来，它的树叶的水一下子就漏掉了，对不对？你要渗那个水呢，也是很难渗，对吗？意思是这个意思。好了，他说。若复有缘，如果再说，我对苦圣体、苦集圣体、苦灭圣体等等有观修，以得无间等以得，那么你也有修他的道，就是苦灭道，你也有去修它。这师则上说，这样才是正确的说法。所以者何？因为这样是正确的。所以者，为什么这样呢？有失处故，就是是这样的。如果对苦圣体、苦集圣体、苦灭圣体，你已经观修了，那么你对苦灭道圣体也观修了，那么就是对的。比如你说我用这个纯檀摩叶。摩罗迦叶卷起来，什么叫纯檀摩叶？就是紫苏般树的叶，或者阔叶藤的叶子卷起来啊，这个就是正确的做法。你用那个金合欢树的叶是不能够很难拿到水的，它的树叶就是不够啊。不够大，也不够软的关系，或者可能不够硬的关系。如果你用紫苏叶或者阔叶藤的叶，阔叶藤是一种树藤呢，
它的叶子很大片啊，你把它卷起来，装水就可以了。圣水持行者，此则善说。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对的。莲的叶子，这个昙摩啊，昙摩叶就是巴利文的话，我们找下面。巴利文啊，莲叶、紫苏、番的树叶或者阔叶藤的叶就在这里。巴杜玛就是莲叶、莲花，或者紫苏番的叶啊，巴拉萨、巴拉萨巴达，或者马路瓦、马路瓦巴达。不大就是叶子了，所以这些就叶子。我们知道莲叶是很大的，荷叶也是很大的。好了，所以如果你用这些莲叶或者紫苏番的树的叶，或者阔叶藤的叶来把它弄成一个渗水器就可以，一样的道理。你必须要找适当的工具，对吗？因为这些就是工具来的嘛，所以修行也是这样。我们平常在我们听闻了佛法，听闻人家解释佛法之后，我们自己要思维它了，这是思维，然后应用它来观察，观察自己所面对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身体的问题、心的问题，自己观察。就像我也是，我每天都要回答很多那些学生们的问题，有一些我认识，有一些我不认识，可能是别人介绍来，他加了我，直接就问问题，他们也知道嘛，所以我也不知道对方是谁，只是一个名字而已，对我来讲，但是我也不去理到底是怎么样的人，你有问我就答你，这样，所以。我都是帮助他们解答，跟他们解释怎么等等。现在我所面对的都是这样，几乎每一天所以我就把这个东西解释给他们明白。所以，其实我们在修习佛法的过程，就是在修四圣谛，四圣谛的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要知道，第二个层次是应该，这些是应该做的，第三个层次是已经做的，所以它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苦集灭道，你要知道它的内容是什么；第二个层次是这些是你应该修的、应该做的、应该做啊，那个字叫做。第三个层次是已经做的，就是已经修完了，已经做的，所以它的巴利文叫 karaniyo，就是已经做的，做好的。patipatta 哈，patipatta karaniyo。好了，所以如果对苦圣体、苦集圣体、苦灭圣体、无间等，就是已经做了。苦灭道齐，你也就说你在做，那就是真的，那就是正确的。所以这就是他的意思，就是用这个圣水的椰子啊，就是指莲叶了。我们简单的话来说，就是说莲叶了。你不可能用金合欢树的树叶来圣水，圣不来。但是你用莲叶，你说莲叶，你就明白了，莲叶很大。它可以拿来渗水，在我们这里并没有那种莲，有一种莲叶，它叫做睡莲，很大，它一片大概有1米宽，不知道你们国内有没有？我不知道，我没有见过，可能广西、云南可能有吧，因为很靠近。那种有一种莲呢、
而且它的莲花，它的莲叶是向上翘的，就像一个漏斗这样，很特别的莲叶，它叫做睡莲。如果你明白，你就知道那种叶子真的是大，它可以把整个人盖住啊。所以那种就是适合的，你要把它拿来装水可以装。在以前呢，现在没有人这样做了。现在我们就去拿桶。不过我们也知道，我们这个是在2000年前，2600年，超过2600年，因为佛陀灭到现在已经2600年，所以加上佛陀又活了几十年，所以你从这2600多年了。钱的情况，那时候并没有这么发达，并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么发达。好，所以这个就是，用莲叶来比喻，你用正确的方法来做处理事情，就是来拿水了。你用莲叶来拿水就对，你用金合欢的树叶来拿水不对。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好，所以佛说此是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那些比丘们听完佛陀解释的，就接受，然后去修。接下来我们就看他的南传的经文，56相应二32经，金合欢树树叶经，嘎迪拉哦，巴达。巴达的这个字呢，我们的钵也叫巴达，所以你想一想，他们的字实在是通用的。我们出家中的那个钵啊，也叫巴达。好，我们看这篇经跟上面有没有什么差别？他就说，比丘们，他就是没有时间跟地点啊，直接。就开始，比丘们，如果这样说，我没有如实的现观，就是观修他普胜体，没有如实的现观普及胜体，没有如实的现观普灭胜体，阿毗萨玛耶，中文的翻译是现观，就是你实际上在那边修了。也没有现观苦灭道即圣体，所以我将得到苦的结束，这是不可能。那你看这里呢，跟北传的杂阿含有一点出入，出入在哪里？他把这四个题讲完，他说如果你没有现观这四个，这是不可能的，对吧？而北传呢，他是讲前面三个。苦集灭，然后你才说你会得到苦灭道集。实际上，它也是意思也是这样的啊，就是说，你如果对苦、对苦集、对苦灭没有去认识，你怎么可能修？这是不可能修。所以，北传的杂阿含呢，可以讲得更加清楚一点。我这个南传的经文是这样，你看他四个先讲，如果没有现观苦集、苦集、苦灭和苦灭道，啊，没有现观导向苦灭道了，你要达到苦的结束，不可能，这是不可能对不对？那么这里有一个后面有一个经文的号码。你看，这个是32经，56相应32经，对吗？这是指相应部，SN 的意思是指相应部。56相应，44经也是这样说的，所以他就放在这边，同样的经文，他就跟你放在这里。这个是专春江的这个他的经文是这样放的，所以。意思这边告诉你，这个蓝色你点它的话，如果你按住它一个叫做
中文不能叫什么，就 control 就是按住，然后它就会变成手指。你再点这个，直接就跑到那个网站去，那个网页就有这一篇文章出来，就是这一篇文章，这一篇经文就出来了，所以它很方便。你看，我按住这个键呢，然后另外一只手按住这个鼠标，它就出来了。那这个我也是自己学的，没有人教我，我自己发现的。就是说，你按住这个，然后这个，它就会就是告诉你，这个就是你去找这一篇经同样的经文。好了，好，我们就看第二段。犹如，如果你说我用金合欢的树叶，或者长叶松，就是叶松树的叶子，这可怎么可能拿水？松树的叶子你都知道是针状的，对不对？长叶松或者其他的鱼竿子叶的来做容器来装水，硬来水或者棕榈叶果。或者你把它弄成，然后里面放棕榈叶果，这意思指槟榔。棕榈叶果就是指槟榔，因为在印度跟泰国、缅甸，他们有这个习惯，就是嚼那个槟榔。台湾也是，也很普遍，就是他把槟榔放在嘴巴，跟一些椰子里面再涂一点点灰。不懂是什么灰，我也不知道。帮助他的，给他不会有那么涩的味道，然后他就在嘴巴嚼了，可以整天非常提神，嚼嚼嚼，然后就不用吃饭，嚼到嘴巴红红，然后就吐出来，很可怕。然后这些人呢，个个不用多少年，就每个都口腔癌，口腔癌，那么嘴巴的那个。嘴巴旁边里面的那些都变成癌细胞，然后都切掉，牙齿都没有掉，舌头都割掉。他还要继续嚼嚼那个槟榔，没办法，人他愚痴没有办法。所以台湾很多满街大街小巷都是红红一口一口的吐在地上，所以。你说用把这个叶子卷起来放水或者搅放槟榔，可能吗？这是不可能的，做不到。同样的，比丘们如果这样说，我并没有如实的现观苦胜体、苦集胜体，没有现观苦灭胜体，也没有现观苦灭道胜体的话，我会得到苦的结束，有可能吗？这是不可能的。这不存在可能性，这是不可能存在的。如果是我翻译的话，我会写：“这是不可能存在的，这不存在可能性。”你念起来你拗口啊，非常拗口。不要紧，这是他的文句。然后你再说，比丘们，如果说我。现观如实的亚他木坦，这个如实这个字就是亚他木坦。现观就是阿毗沙玛呀，每一个都现观，苦胜提、苦集胜提、苦灭胜提和苦灭道胜提，你就好好的观修它了，每一个认真的在做它，实际上这个要做很多事的，不是一时。从你开始认识四圣体开始，你就要修，就要认真的去修它。我相信能够认真开始看四圣体的人呢，要出国以上的。如果你没有达到出国以上的话呢，比较难。因为那个心是非常粗啊，所以必须要有一些训练，
每一个人的心都是这样，他必须要一番训练。怎么样训练？就是要有一些戒的训练，要有一些定的训练，那么还要有一些关照的训练。而关照的训练是最难的，是最难的。戒的训练是自己做了，自己把五戒守好，八戒守好。定的训练就是自己花功夫在修，安般念、修精行跟修慈心禅这三个，自己要真的是要下一些功夫做。如果安般念也不好，精行也不好，那就花功夫在修慈心禅，就是常常闭起眼睛想，从内心自己的心的部位。把慈心的能量散发出去，你要感觉到是温暖的感觉，而不是感觉冷的感觉。因为慈心是一种温暖，这样你把这个定培养好，你有了定力，然后一点点定力都可以，然后你才开始修32圣分和世界差别，而这个必须要。一段时间摸索的。我们教你说哦，你这样看八组，每一组四个这样看它，就是向内反照。我们看其实是看自己的嘛，向内反照，法毛爪齿剔肉筋骨这样一个一组一组四个这样向内看。那么你训练久了之后，你就懂得哦，原来这个是叫做关照。不然的话，什么叫观照？Vipassana、比婆舍那，什么叫比婆舍那？你不知道？我知道，我也很久以前那时候，在我师父身边的时候，至少都离开现在30多年了，40年都有。那时候他上课讲《菩提道次第广论》。你要知道，我开始是从密宗开始的，所以他讲《菩提道次第广论》的时候，讲到后面的止观的部分的时候，我师父也是一章一章讲，要讲很长的时间，我们就听嘛，有机会就听嘛，也不是说每一课都听了，有时候也缺课，不过大部分的课我都听。我也认真去学他了，不只是听他们藏文讲，也听他们，我也去看中文的，就对照了。师父今天讲的这一章是，偶然我自己去研究那一章他是讲些什么，因为你听他讲藏文，有时候文字听不是很清楚嘛，因为我们究竟并不是我们的母语，所以。这样，尽管有人翻译了，翻译成英文，但是还是有一些不听不懂的，所以我们自己要去看那些我找到的中文的那些《菩提道次第》的书了。其实这本书是很好的书，它是整个层次的，从开始一直到从信开始。相信三宝开始，一直讲到止观，所以它的次第就是这样。整个其实是按照这个37道品来说的，基本上是这样说。他只是用密宗他们西藏人的观点来写的。宗喀巴他也是一个大师来。总之，你学的时候呢，你自己这些是你自己的基础了。明白吗？如果你们并没有这个基础，你可以看我写的那本《解脱正道》。我的《解脱正道》就是按37道品来说的。我的内容，如果你们没有最新版的，可以跟我要，我可以给你。就好像今天我在面子书上面，一个人跟我说：“师傅，我还不知道你就是写这本书的人呢。”他说：“我还加你做好友这么多年了。”我今天才明白你是写这本书的人，
他说我看了你这本书，他拍那个照片给我看，是台湾印。那我也没有跟他说话，我就把我最新版的，我就传上去给送给他。所以你们要，我就可以把我最新版的那个发给你们，因为我在国内有印了两版，很快就送完了，也就是印1000多本而已，也是学生出钱印的，都是印精装的，没有平装。所以，但是可能书本会比较好看吧，会比电子版来的好看，尤其是像我们老人家，这个眼睛呢都是出问题，其实主要就是看手机跟这些电脑看久了，眼睛就出问题，白内障了什么都来，所以。如果能够看书本的话，可能会好一点，因为它就不会有这些缺点。总之，这些是你自己要做的。你如果这个基础并没有了，就是不认识这些东西，你要去认识苦集灭道，很难的，真的是很难。因为苦集灭道就是核心，佛法的核心，所以。而要三转12行，三个层次哦，这个太多了。怎么三转十二行？就是37道品，它就是37道品。详细的说，对吗？所以，我劝你们呢，如果你们听我这个课或者视频的话，今天晚上、明天我就会传上这个油管。你们听的话，你们如果要，你可以跟我要，我会给你们我最新版的电子书。因为我的工作就是要让大家学习到真正的佛法，我不是在教迷信的东西，而且这个是佛法是免费的，我不跟你们收钱，我也不需要的。如果我这样做的话，就是违法的。会犯戒，所以我们的责任就是帮助人学正确的佛法。所以我的观点呢，要认，你要真的是认识四圣谛的话，必须要至少要认识什么是五蕴，先把五蕴认识完，你就会看得到四圣谛。这个是有关系的，所以如果说我没有如实的现观是菩提、苦集体、苦灭体和苦灭道体的话，你要想能够灭苦，把苦灭掉、苦消失的话，苦结束了。如果你没有去认识的，是做不到的。你认识了之后啊，你就可能做得到，就有这样的可能性。这个存在可能性，所以必须要先认识。所以犹如这么说，我用莲叶啊，所以它的内容跟扎阿含是一样的。你用金合欢树的树叶拿不到水的。如果我用莲叶，巴都玛就是莲的意思。其实这个巴都玛就是睡莲，巴大。就是叶子，Padanam 就是它是一个名词来的，哇就是和或者的意思啊，哇这个字就是或者，巴拉萨就是紫苏叶，紫苏翻叶，不是紫苏叶哈，紫苏叶是一个草本的，这个紫苏翻树不懂是什么树。总之，可能是叶子很大的树，或者马路哇，藤叶，藤的叶子也很大，所以马路哇巴大来做容器的话呢，你就可以拿来拿水，都可以装棕榈果，就是装槟榔呢，就存在这种可能性。
因此，同样的，比丘们，如果这样说，我如实现观古圣体、古极圣体、古灭圣体、古灭道圣体之后，我将能够得到苦的计数，就有可能。所以，比丘们在这里，这是苦，应该努力的去修。努力应该被做，这个翻译是不通顺的。应该这样努力的修，这是苦集，应该努力的修；这是苦灭，应该努力去修；这是苦灭道，应该努力去修。应该努力去修它的巴利文是这样：巴蒂巴达优果。嘎达尼哟，很长啊，应该努力去修。瑜伽就是瑜伽嘛，yoga 嘛，嘎达尼哟就是坐，嘎达尼、嘎达那、嘎达尼就是去坐的意思。这个是修学，巴蒂巴达就是修学，所以它的巴利文是这样。好，我们就把397经讲完了。接下来我们讲下一部经，398。宾陀罗注经，看见吗？智能，看见，好的，宾陀罗注。因陀罗就是因达，也叫做也，如果是梵文的话，就是因德拉。因德拉就是 INDRA，就是因德拉。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是梵文。巴利文呢，它没有，它是因达。柱子叫提拉，提拉，所以因陀罗的柱子。其实是因陀因的柱子，没有罗这个字，罗这是阿拉的音才有罗这个字。但是这个字是专春江那边翻译的，在哪里？这边因陀罗柱经，他这边翻译的，所以我就借用他的。如果我们按照巴利文来翻译的话，是因大，就是因陀，因陀注经。好了，背景我们看，如是我闻一时，还是一样同样的地方，波罗乃国，瓦拉纳西，鹿野苑。这时候，世尊告诸比丘，比如小棉王，就是棉花了，小贝切贝华王，就是。一团呐、啊，王的这个意思是指一团，就是棉绒啊，就是棉花了，意思就是棉花了。棉花很轻的嘛，棉的绒嘛，其实棉绒也就是棉花来的嘛，它是像绒毛这样的。所以，这是它的巴利文都拉比柱。就是指棉，然后这个小切贝华，另外一种嘎巴切贝嘎巴，它的名字是这边啊嘎巴，所以叫切贝啊切贝嘎巴，嘎巴萨切贝华王必就就是王龙的意思放在4个渠道。就是你把那个棉花，就简单就说，就是拿棉花了，就放在一个十字路口。十字路口它是空旷的嘛，风会吹来的嘛，东南西北风会吹来的话，风一来的话就吹走了，对不对？随风而去，向你一方就向着一个方向吹走了，如是。
沙门婆罗门对苦胜提不如实知，苦集胜提，苦灭胜提，苦灭道胜提不如实知，就是你不去了解它，不去研究，不去禅修啊，不去观修的话，婆罗门啊，你要知道这个婆罗门，这个沙门呢，常观他面。禅随他说，就是看别人说什么你就听什么，别人说什么你就听他的话。哦，对，另外一个人说，另外他也说也对，就是自己没有主张呢、啊。他的意思这边就是说自己没有主张，常观他面，禅随他说。你看别人的脸，别人说什么你就接受，你就听他的话。对吗？你自己没有修嘛？你不认识他，不认识他的道理嘛？以不如实知故，因为你自己没有修的关系。闻彼所说，你听别人说，去说耳受，就听他所说的，去就是听他所说的，耳受就是你就接受。当知此人不熟修，就是以前没有修。不熟修就是熟，就是过去的意思，明白吗？这个字来我们古时候的意思就是指过去，熟修就是过去有修，熟习也可以，比较用常用是熟习这个字，就是你的习气，习气就是指过去的嘛，啊，当知此人不熟修习。智慧的缘故，所以你要修是身体的，要有智慧的，就是你要必须要有一些基本的认识。这个基本认识就是你要了解了，你了解就是智慧了。比如因陀罗柱，铜铁做之，所以这个因陀罗柱子是一块很大的柱子，在天上33天的。33天的天王，他的名字就叫做因陀罗，中文翻译因陀罗。为什么翻译成因陀罗？它是因为梵音啊，音的啦的关系。所以因陀罗它的城，33天有一个城嘛，天上有一个城嘛，就是很多神仙住的地方嘛，它也有一个城嘛，也就像我们所说的城市这样啊。对，他在里面天上的时候，这些神仙住在一起，也有很多房子在山上，天上呢，不是山上呢，在天上呢，只是说我们看不见而已。有时候我们会好奇，天上盖的这个房子怎么不会掉下来，对吗？我们都以为我们盖的房子必须要有一个地基，对吗？那天上的在空中，它怎么有地基呢？对不对？那你想，它怎么会有个柱子在天上呢？的确是这样的，不然不会，佛经不可能讲假的东西的，这个记载的东西是不可能假的，只是说我们看不到，我们没有见到，我们就不知道嘛，啊，所以，而那个柱子是用铜铁做的，不是石头做的，呵呵。天上怎么铜铁我们看不见？那飞机飞过去不会撞到？那真的是妙。飞机，天上这么多飞机飞来飞去撞不到，我相信是有可能的，只是说没有遇到而已。铜铁做的，好了，深入于地，它那个柱的基呀、啊、很深，啊，可能几十米深。四方猛风啊，东方、南方、西方、北方的那个大风吹来，不能令动，它不会动。如是，这样呢，沙门就是佛教修行人，婆罗门就是印度教的修行人，与苦胜提如是知，就是你了解了，你明白，你有去观修它了，至少你要观察。最容易观察的，
一般上人呢来讲，就是观察自己的嗔恨心，这是最容易观察的。贪心比较难观察，最容易观察是自己的嗔心。当你如果发脾气的时候呢，你控制不住，你被那个嗔心啊带走，然后你就在那边发作，甩东西、骂人、骂粗话，你就懂你是被嗔心控制住了，对吗？这个是很常见的。然后，如果你通过修行了解，然后慢慢你认识到啊，我要发作了。等到你还是控制不住发作，不要紧，发作之后很后悔，哎呀，我学的佛法怎么还发脾气？就表示你啊，你的那个正念不够，正念不够强，你不能够及时把那个嗔心啊，把它化解掉嘛。所以你就被那个缘呢所控制住，外缘嘛，可能是某一个人、某一些事情、某一些人说的某一些话这样，所以你起的嗔心，结果呢，苦就接着来了嘛。什么苦？他就会把事情搞砸了嘛，对不对？本来你跟人家好好的，现在不好了嘛，关系不好了，所以他苦就会来了嘛。苦的原因就是嗔心嘛，所以你就会想，那我要修修什么？你就找人来问，人家好，人家告诉你，你必须要修慈心，培养慈心，要想嗔心有什么缺点，先观察嗔心是怎么的样子，那个脸很丑陋，血压提高，心跳加快。那么口出恶口，骂人家、咒人家，这就是嗔心的表现嘛。然后你研究它，你自己去研究、观察自己，然后你发现果然是这样。发脾气的时候，那个脸真的是难看。你就要被人家跟你拍一张照片嘛，发照片，你发脾气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脸呢是脸部的肌肉是扭曲的。然后，或者你就了解，哇，是受苦了，你会了解他了。当你能够看到你自己被嗔心折磨受苦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为什么那些人会发生心脏病，发作之后心脏病，嗔心造成的嘛。他血压加高嘛，啊，心脏激烈在跳动。所以，因此他就会明白这是苦来的，他是在折磨自己，并不是在咒骂别人，而是在折磨自己。所以，你能了解之后，然后呢，你就可以了解了苦苦的原因，要灭苦，然后你去修慈心，把这个嗔心灭掉，也不是一下子就有效的。要一段时间的，啊，慢慢可能过了几年，不发脾气了，怎么样都不会起脾气，就不会发起脾气。他这个经验，他修的这个经验，就是道体普灭道，就是通过正见、正思维、正精进、正业、正念、正定在修。修慈心禅，然后成功了，不会发脾气了。人家怎么样敬你，你都不会发脾气；怎么讲你，怎么样弄你，你都不会发脾气。你就是在观察，不让你的嗔心升起，就成功了嘛。你这样的话呢，这个就是如实知嘛。每一个题，苦题、集题、灭题跟道题，你都如实知，不。是他面，你不用看别人说什么，你自己修，你不随他语，你不要听别人的话，不用，你是靠自己。四沙门、婆罗门，智慧坚固，为什么？你自己修过来的，你自己知道。
本随习故，本随习就是随着你的修行，随习就是你的修什么习，修慈心嘛。本就是你自己本来的，你自己修过来的。本随习故，不随他语，不用听别人的，你修自己的。是故，比丘与四圣提单勤方便。所以你要用正确的方法，真善意就是说，我要接受苦，我要克服嗔心，精进修学，巴迪巴达地有过 yoga，卡拉尼有坐，这边就是坐的意思啊。这个南传的翻译的是叫做坐，这边等一下你看。坐，嘎达尼哟就是这个字坐，啊，好，现在我们来看南传的，佛说此经已，是经已，就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所以那些比丘听了，就去按照佛的话去修了。好了，我们就看这个南传的经文，56相应39经，因陀罗注经。提相应，这个应该放在下面。大篇修多罗苏达拉啊，苏达拉，专春江的翻译。好的，我们看，比丘们，任何沙门、婆罗门，不如实之道，就是没有去修了，理论家而已。如果你是理论家，那还好一点，至少你还知道他是这样。明白吗？尽管是理论家也可以，至少你还知道，那只是缺修为。现在理论家很多，整个网上面都是很多理论家，修的呢是很少，真正在修的是很少。啊，所以不要紧，不要管他，至少他知道这是苦，这是苦集，但是还没有做苦灭。还没做苦灭道，所以理论家至少还能够知道这两个苦，这是苦集，但是还没有做苦灭，还没有做苦灭道，所以不如实知道，这是导向苦灭道集，因此他这是苦，他并没有知道这是苦集，他也不知道，这个比理论家还糟糕啊，对不对？啊，如果你在参与讨论，通过讨论各种，不管是面子书，不管是微信还是 QQ，任何媒介都可以，只要任何这些网上的媒介，现在是很方便。实际上，现在学佛很方便，只要你加入一些正确的群，啊，接触到一些正确的那些佛法的内容，你自己去看看它。理解，然后按着里面教的来去修，那就可以了。啊，如实之道，这是导向苦灭的道，所以因此他要看别人，看着别的沙门、别的婆罗门的脸，这是某某尊师确实知道的，他知道，他看见，他是看见者，他看见。所以，因为你看见别人的脸，说"哦，这个人是修行好，这个人怎么样"，你只是这样说而已，对吧？好，所以好了，比如他这边讲，比丘们，比如那些轻轻很轻的，风一吹就会飘的木棉花或者棉花的龙，啊，比丘就是龙的意思。就是它的花了，很轻的，风一吹它就飘起来了。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蒲公英？不，你看蒲公英，它开花的时候啊，它的风随着风就飘起来了，不用风它都飘起来。蒲公英啊，它是最容易飘的。其实，棉花的龙也是一样。它很容易就飘起来，
啊，所以呢，他就被这些掉在地上，掉在平地。那么东风把它吹到西，西风把它吹向东，北风把它吹向南，南风把它吹向北。为什么呢？因为绵龙很轻的关系。同样的，如果沙门或者婆罗门，他不如实知道五极、五灭和苦灭道的话，他就要看别的沙门跟别的婆罗门的脸，说这一位尊师是知道的，这个尊师是看见的，他知道，他看见，为什么？是什么原因？因为他自己对四圣谛并没有去修的关系，未看见的状态，他对四圣谛，他还没有真正的去如实的去观修他的关系。比丘们，任何沙门、婆罗门，如果如实的去观修的话，这是苦，这是苦集，这是苦灭，这是苦灭道的话，他就不用去看别人的脸。不用听别人说什么东西，他自己知道，对吗？他如实的自己从内心通过观修四圣谛，他自己知道了，他自己看见了，对吗？犹如33天的天王的住持这样，他的根基很深，善于埋得很深，因此风吹来就不会动。啊，不会震动，柱子很深嘛，所以这个因陀罗柱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比喻就是你的修行是真正有料的，你是真正的修行者。那么暴风雨从东边吹来，柱子不会动，也不会震动，也不会动摇。从西边大风吹来，柱子也不会动。从北边吹来，从南边吹来的暴风雨。柱子都不会动，不会震动，也不会动摇，是什么原因？比丘们，因为因陀罗柱的珠基很深的关系，它的基呀，柱子的基很深的关系，埋得很深的状态。因此，比丘们，任何的沙门、婆罗门，如果他自己如实的去修，而知道这是苦。这是苦集，这是苦灭，这是苦灭道的话，他不用看其他的沙门跟婆罗门的脸，而说这个沙门婆罗门是知道者，他知道这个婆罗门和沙门是看见者，他看见，不用这样说，没必要说。什么原因呢？因为他对四圣谛已经亲自看见。上看见的关系，那四个谛呢？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和苦灭道圣谛。因此，比丘们，这是苦，应该努力去自己去修，应该努力去做啊！巴迪巴迪，巴迪巴达迪，优果伽勒尼哟。这是你应该去做的苦题、苦集题，你应该去做的苦灭题，自己应该去做的，而苦灭道题自己应该去做的。所以这个就是它的经文。所以398经我们就讲完了。那我们用了1个小时的时间，好，现在是问题的时间。有问题你们就提出来问。尊者你好，哦，我是安西。啊，说。啊，我想问一下，您刚才上课讲的，就是如果修慈心禅，随时随地，比如说稍微有一点时间，然后直接向外面散发慈心，
那就不用从前面的对自己这边开始，是吗？就是如果能够找到一点就是温暖的感觉，先对外面散发，然后直接修32身分。实心禅本来就是这样修的，只是说因为很多人不会，懂吗？所以才开始教你先对自己散发慈心，然后对人喜欢的人，普通的人以及讨厌的人，其实慈心禅师就是对讨厌的人修的，是他其实就是针对讨厌的人修的，就主要是对外面的是的。哈，好的，我知道了，谢谢尊者。师傅，我有一个问题。说。我就是今天上午看到了一个《金刚经》里面的四句话，它是说，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然后。然后就是您讲到每次就是您提到四圣谛嘛，然后就是我想问的是，就是我和烦恼是个什么样的位置关系？因为有好像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看到就是苦集灭道，就看到苦，然后集灭道，就它这个就是我在中间，它是什么位置？就是是不是说如果没有了我了，也就是没有烦恼了？因为如果都没有小我了，那烦恼自然也不会升起。先不要理《金刚经》的那一句，因为《金刚经》的那一句是给修行高的人拿来参考的。你如果用这句话，天天用，实际上它是它那个药不会对你的病的，懂吗？它这个药呢是可能针对比较轻的那些病的病人。我们这种是属于重病的病人，所以我们必须要先吃药，要针对性的药。所以那个药就是我们要懂得什么是苦，什么是集，什么是灭，什么是道。你如果用因无所住而称其心，那个是指修行已经有一番功夫的人了，才告诉他那样。你如果用一直用把这个东西用在自己的修行上的话，其实它是起不了作用，反而会弄乱，使我们的心中弄乱掉。先不要理那个东西。同样的，《金刚经》里面有好几个，不只是指这一个，还有其他的经文。他说：“现在心不可得。”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那你怎么是你的心不可得？那你怎么去修？你要去找你的那个心。你起了嗔心，那个就是现在的心，是有的。你要去又修慈心。如果你说过去、现在、未来的心都不可得，那还修什么？就不用修了，你就坐在那边，对吗？那是指那些会的人。教他怎么样来观察他的心的状态，才说心不可。你达到很修得非常好的时候，我有跟你们讲过上回嘛，就是你要注意到那个识的状态。当你去注意到那个识的状态的时候，至少要上果以上。普通的人是。他还没有修到那个地方，所以跟他讲这个会比较深一点，所以尽量不要去理那种，不是说错，他没有错，先不要用那个东西，先针对性的来看。比如说自己现在缺乏正念，好，我怎么样提升我的正念？那你要提升正念。你就需要多修定，这是几乎每一个人都需要的，包括那些还没有证到阿罗汉，都是要下功夫提高你的正念，因为正念是七觉知里面的第一个，
那你如果说无所住而生其心，他那个正念是100%的了，才无所住。他的心是一直是清净的，才无所住了。我们的心呢，一什么地方有一个声音，头就转过去了，对不对？那就是我们的心有所住，对不对？你一听到声音，你的眼睛跟头就跟着转过去了。你说有没有住？马上那个声音就把你的那个注意力啊，正念呢、啊、拉走了，没有了正念。如果你是真正有正念，你是无所住，有声音照样的不动，天塌下来它也不动，才是无所住，生其心，那是正果的了，那个是已经是阿罗汉了，对吗？所以在我们修的时候呢，要说有苦吗？是有苦的。苦在哪里？我们自己去观察。那要找为什么我们观察不到它，就是缺乏正念，观察不到。为什么我才跟你说，嗔心容易观察到，贪心难，痴心更难，对不对？它有分层次的，嗔心是几乎每一个人都要先对付的。就是靠修慈心啊！好了，你这个应付完了，这是恶果的人跟善果的人做的工作，你就把嗔消灭掉，粗很粗的了。人家讲一句话你就发作的那种，然后你就不会发作了。不过内心还是想，我不喜欢这个人，他来的话以后我不睬他，呵呵，这个还是属于嗔呢，这是微细的嗔，明白吗？你还要再下功夫修慈心，不只是修慈心，而且要看这个人到底是什么做的。32身分自界差别嘛，没有人这一回事啊。然后这样以后，你的嗔心是根本的解决了，对不对？所以它有分层次的。所以修行呢，我们要先观察自己，自己是在什么样的境界。处在什么样的阶位？如果我们的阶位是低的话，你就老老实实的在那边观察苦集灭道，修，观察苦的原因在哪里，这才是正确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能够有时候看一些别人家说的、别人家讲的，在某一些经文里面所提到的，然后你就拿来套用，用不了的。要看他会不会适合那一个状况。如果不适合那个状况，你拿来的那个药啊，药不对症，知道吗？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是给那些人有了正念，他能够一直还没有证到阿罗汉果，他要一直注意他的正念，无所住，无所住而生其心，起一个声音。头也不要转，心也不要动，才是真正无所住，对吗？所以，要看，要观察自己，要有自知之明，自己要懂得自己是在哪一个阶位，然后自己要观察自己。我必须要接受什么样的教导，我必须要修什么样的法，这样。或者，如果你没有自知之明，问认识你的师傅，能够观察你的师傅，问他，他就会跟你指点你。一个好的师傅，他是不会跟你，不会笑你的，他不会说"哦，你修得这么差"，不会的，没有可能一个师傅这样。如果一个师傅会嘲笑你的话呢，他就不配做师傅了，对吗？他要懂得怎么样指点人家，才是真正的师傅。你可以跟着尊敬这样的师傅，我都跟你讲过我跟我师傅的事。以前我有讲过，现在你们这一批可能没有听过。上回我跟我师傅在一起的时候，一些事情我其实并不是对我的师傅不满，而是说。我不了解他，
为什么要这样？他也没有骂我，他只是跟我这样瞪一眼，他是说我不是叫你说不要做这件事吗？那我就好像内心受了很大的委屈呀、啊。我几天呢、啊，闷闷不乐。他看见我闷闷不乐，他也不讲我。他那一天他就说：“我们出去买东西，走走一下。”他就走走，而不是买东西，走走。结果我就出驾车就去走走了，走来走去，走到快要吃饭的时间了，他还不想要回来我。然后我就说要吃饭了，时间到了。我还也是很有礼貌的，没有显出那种怨恨，只是说还是当是师徒这样。然后他就说：“我口渴了，我要坐下来喝杯茶。”好，我们就去咖啡坐下来，我就叫了两杯茶。然后再说我肚子饿了，然后我又叫了两份午餐来。吃完了，我们静静的吃啊。一直在看着我，只是我头低低这样吃嘛，我根本没有防备。吃完了，他就给我钱，我去付了钱，然后要站身啊，站起来之前，他看着我，看着他，他在喊我的名字，他喊我的站名，春佩这样，春佩，他讲得很温和的，他就说，他就用他的。很深色的英语跟我讲，他说：“因为你是我的学生，我才教你。”他这句话我差点都哭了。所以你想，一个师傅呢，他如果懂得教，他就是要懂得善巧，就会在非常关键的时刻点一下，你就知道，你一生你就不会忘记他。这样就是一个好的师傅。所以法是这样的，我们自己本身要去体会它。如果那个师父不慈悲，他不见点你，你不会感受到那个师父的慈悲，对吗？他点你的时候，你才知道，我都差点都流泪了。为什么？他是慈悲的，他才会教你。他不教你，他才不慈悲呀、啊，对不对？啊，所以你们要了解这一点，能够跟到一个师傅，可以跟他学，是很幸福的，也是很幸运的事情。好，还有没有问题？啊，李定师傅，弟子一个问题哈。说。因为今天是六斋律嘛，八关圣戒嘛，对，那今弟子天今是天，十。对，今天因为弟子皮肤有点黏，我就涂了一层粉，粉那个药粉嘛。后来发现那药有一点淡淡的香味，那我没有对那个香味起了任何的贪着，只是为了治病。那应该是没有犯戒哈，师没傅。犯戒，这种可以开源。好的，感恩师傅。OK，好的，下一个问题。师傅你好。好，说。那弟子有一个，应该也是有一两个问题。首先的话就是关于这个慈心禅这一块儿，因为我呢其实并没有系统的学过，可能是从去年在泰国的时候一个酒店。在那个地方住了之后呢，那可能是听到之前一位尊者，他说另外一位尊者，他走到哪个地方，他就会散播慈心，可能刚好在那个巧合下，那天早上的话，我就站在那个顶上，我就开始就自发的，好像也不是说刻意的，他自发的就好像就想在那个地方散播慈心了，而且我散播慈心哈。他不是说针对某一个人，他好像从，就像那个太阳一样的，就像从，反正就是慢慢慢慢的扩大，慢慢的扩大，那就先从这个酒店慢慢扩大这个村子，乃至于整个，反正就是那个范围就慢慢他自己就扩得很大，最后呢就感觉好像扩到
就像一个地球一样的，就是说这样整个一个地球一样，所有上面地球所有的这些生物啊，我都会给它散播慈心，就这样。那后来也是，但是我不是像那种随时随地就这样发，他是感觉自己有那个心里面就好像涌出来一股很强的那股力量，很暖的那股力量，那自己就这样。他就想发了，那就给他发出去了。那个时候我是自己，我一般的话我会对外，我很少对自己。后来一个师傅就告诉我，因为我这一次生病了嘛，他说你还要不断的也要给自己散播慈心。那我现在的话就是，有时候我就听到或者什么，看到什么动物啊，或者听到什么动物的声音呐、或者是说看到那些有病的呀，反正就是我看到那些，我就会这样，先给他们发慈心，这样慢慢慢慢的扩大。那最后呢，也就是给自己这样散播慈心。那过后了，就这样发了，就之后就不管他了，就这样。然后。然后就没什么了，他就是那一会儿过了就过了，我发了我就不管他了，就这样的。好的。那我最近呢，就是说发现这个诚心的话，也还是会有，也是会有，就是也自己也能够很快的能够觉察到，但是就是也是感觉它就是生生灭灭的很快，就不像以前了，以前那个诚心来了，感觉好久好久，那个心里面都会很对那个人呐，都会很那个啥。现在的话就很感恨觉，他。哎，现在的话就当然没有遇到那种，还没有遇到那种人哈。那现在的话，我就会可能会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那我就会，就是说当时那个语气的话可能会不太好，但是呢，我可能就，他好像那个念头哈，他好像一下子就没了。你反正那个语气不好的话也说过去了，他那个心情呐。他好像也不像以前那样，久久的那散不过，好像散不开一样的。他好像一会儿就没，也就没了，好像。好啊，哦，那师傅还有一个就还是是要我，这个还是要多花点时间再修它。哦，那就还是这样修是吧，师傅？是的，还是要多花点时间修那个慈心禅。慈哦，心禅那你要还有。修到能够遍满为止。当你能够哦，修到慈心禅，达到遍满的时候，就非常好。他遍那时满候是什是么？遍满，就是到处都是，四面八方都是慈心，就是遍满。修到遍满的时候，你就是基本上达到三禅的阶段，慈心达到三禅的阶段。那师傅还有一个就是，我之前就是参加禅修的时候。他是从修惭愧忏悔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就是流眼泪，到一直到我回来回国，回国的那5、6天都还在流眼泪，现在好像就很少流眼泪了，那个眼泪流的呀，真的是为崩什溃么了。流眼泪？反正那个时候就。可能最开始的时候呢，又在修惭愧忏悔的时候，那我就是把我微信里面的还有能联系上的，我就会通过电话呀，通过微信呐，还有我身边的人呐，我就会给他们修惭愧忏悔，有的是当着面，有的是通过那些手机啊那些，就给他们修惭愧忏悔。但是的确也是从这个当中，就是反省到自己以前有意无意当中，就与他们产生了对。伤害到他们。对他们是首先是我自己修养不够，我对他们升起了这个嗔心呐，或者是说各种评判这样的，导致呢，就是说导致自己心里面也很难过，就是这个磁场也不好，对方呢也很就是说也不开心，反正就是说整个氛围就不是很好，那就这样，
当然，我跟他们求惭愧忏悔的时候，我很少流眼泪，就是跟我的师傅，跟他求惭愧忏悔的时候，我是流了眼泪，是流了很多很多的。那之后的话，反正也就是你说委屈，他也不是说委屈，反正就是觉得他其实流泪，他也不是说很之后哈、啊。跟我师傅那个时候，我觉得好像是敞开心扉了，就这样，的确是，也是发自内心的这样流了。那之后呢？之后大多是他好像就自己这样流，其实心里面并不是说多么多么的伤心难过，他就这样自己想流。那流了之后呢？他反正也不会说很难过呀，他反而好像觉得心情好像这个心呐，好像松开了一样，好像也开朗了，也。所以说他留的话，就让他留，就这样。那应该的，啊？这样才是正确的。哎呦，那后来有一次，师傅您不知道，我在阿加兰尊者那个地方，有一次流泪呀，那个流的呀最严重了。哦，有一次我在那个湖边呐，就流泪呀，就流的，哎呦，那个整个心呐，那个心都好像绞。就绞的不行，都好像拧巴的不行了。那后来哭完了之后，他好像就全身就开了。当时哭了，那个心真的揪的就不行了，整个那个手都在发抖一样的，整个身都在发抖一样的那样。后来那真的是流的很严重，最严重的。那后来也是在那个吃饭呢，也是在流泪。那在行禅的时候也在流泪。哪怕是跟着他们，念诵的时候都在流泪呀。这你要个也不观知道是察，什么原因你要哦。观察自己的这些不同的心理。状态自己要观察。我流泪好，那什么原因？你要找它的背后，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你如果不去观察它的话，你只是把它当成好像是一个电影或者一个视频这样留在你的记忆里面，这是没有什么用。有些的话，我是基本上好的东西我是知道的，因为可能会有一些思念呐、啊，比如说他会看，就是会想念父母啊，他看到了那些相片呐、啊，或者是说吃到那些家乡的那些东西啊，那一段时间反正就是看到了就会想到，他也会流泪，反正流了就过去了，你这不行，不是这样的。你必须要，刚才我就讲了嘛，你必须要现在比如说你回想，你要观察，因为它还是在你的记忆里面，你要观察，观察好。当时的情景是这样，是什么原因？你必须要问自己，是什么原因？要找那个原因。因为这种我并不是说你流泪哭是一种软弱了，我是说你要懂当时的心情是这样，好，为什么这样？你要找它的原因。这个原因其实当你去找那个原因的时候，你就是在进入苦集灭道的阶段，懂吗？同样的，比如说你发脾气。你对跟你的那些同修，发脾气，好，你觉得伤害他们，好，跟他们道歉，说对不起等等，不要紧，这些是应该做的。但是，关键并不是那个，关键就是为什么当时你会发脾气，那才是关对，键。当时我就是意识到了，就是最开始我为什么这样，就是首先还是自己的这个，的确是贪嗔痴慢很严重，这个我慢，尤其是这个我慢很高，我执很重，所以我跟他们求惭愧忏悔的时候，我是发自内心的，把我的想法跟他们说出来之后，那他们也很就是看到我收到我的这样真诚的。惭愧忏悔，那他们也会向我惭愧忏悔，而且他们也很随喜赞叹。那之后呢，我就觉得这种关系就缓和了，
我就觉得这个法很好的，就是说我们彼此能够，就是说增进，挺好的。哦，忏悔那是应该的。我们如果也犯错了，就像我们比丘或者比丘尼，哦，昨天我就讲，昨天跟今天是诵戒的日子。诵戒的日子呢，如果你有注重超过几位在一起，就要互相对手唱，你要发怒，你要对手唱，然后你才会把你自己的过错公开出来，然后你才能够面对他，因为你公开的话，你要面对他，对，这个是我的一个缺点，我必须要修这个东西，我必须要把这个缺点把它改正。这个才是他的目的，懂吗？当然，我并不是说忏悔不好，忏悔是应该的。对，以前吧，我们也是有，但他是的总觉得以前关的那键呢，个，不是关键呢，就是你要认识自己有些什么短板，什么地方我还不足，我的嗔心太强，对，我要多修持心，这是应该好。你就要从这一方面下手，因为这个就是灭那个嗔心的方法，知道吗？你在修的过程呢，就是道，对吗？师傅，对，师傅，要学会应用佛陀所教我们给我们的这些法。当你学会应用它的时候，就是懂得观察，懂得向内反照。懂得应用，懂得去修，你就慢慢你就会把一个个烦恼都解决了，包括贪心，包括痴心，包括我慢，我慢是最后的，没有这么快对付得了我慢，我执我慢是根深蒂固的，那个是阿罗汉道的人断的烦恼，普通的人断不了。你正还没有，如果还没正出果，根本是无能为力。那明师白。傅您说，哎，明白了。师傅，那还有一个就是说，那我们假如是说在静坐的时候，就会听到外面一些吵杂的声音哈，就是说。听到了就听到了，就不去跟着这个声音走了，那就可以了，就这样。并不是说像那种我听到了就好像，反正就会，好像没有听到一样的，是那个意思吗？还是说就像前面我说的那个意思？那我听到了，我其实是有觉知的，我听到这个声音的，只是说我不随着它去转。然后你当时怎么反应？有没有厌烦？我以前是很讨厌的，那就那是反了，正那就是真心了。后来，哎，对，后来的话，后来，尤其是就上次禅修营的时候，那我就感觉对这个声音的话，突破了很多，我就不像以前就是说很烦躁啊，那我就听到了，我就听到了，我就没有那些不像以前的。对呀，所以要善于观察，观察自己。这个就是，当你能够观察，你就找到你自己的，要修的地方。因为我们要修的地方，其实就是断这些烦恼，这就是我们要修的地方。好的，下一好个的，问题，已经7点，过了7点了。我的时间是7点，你们那边可能是几点？4点。4点，啊，师傅你好，能耽误您一点点时间吗？啊，问你是新来的吧？我新来的，我是福建的，福建，我现在在福建啊，福建厦门，哦，厦啊，我门姓的。陈，对，我姓嗯，陈，清，好，叫清溪，说。师傅，我是在一家养老机构里面做事的哈，但哦，是好。它里面，就是照顾老人嘛，但是有些老啊。人他是常年瘫痪在床的，所以说他们家属呢会给他，有些家属他就给他。播放一些，就是像练活机似的那种，哦，但是啊哈。有一位家属，他播放的那个哈，他也是一记，应该是座椅之类的，但是他不是念阿弥陀佛之类的那个，但是因为我刚开始我是对他，
我是不是我是想问一下哈，因为我是前段一段那段时间刚开始的时候，我是觉得没什么，但是后来我就经常在他那房间休息，他是一直24小时一直在播嘛，但是我有时候就会做噩梦，很那个，就是比较恐怖的那种噩梦，那我就起戒心，然后就后来我又在一个师傅的一个法师的公众号上面。他说是说有些座椅是，不能乱练，还是说会招一些比较不好的众生？那我就你会念那个咒语吗？我没有练，但是我没你有，会记得吗？我记得他刚开始他那个哈，是怎么样的声音？你念给我听听。他那一季，他刚开始那个机子，他是没有写任何的字的。但是后边一段时间，我有反应，我有向上面领导说，我说能不能晚上不要换？我说听着，我说一进去，我说感觉就很不舒，我自己感觉我说很不舒服，然后我就会感觉害怕嘛。但是我们领导他是不用值夜班，也不用去照顾，他是无所谓，他可能就把这件事就跟那个家属说了。啊，后来他家属更强硬，他说声音一定要大，啊，搞得就是我们工作很进去，我就感觉那就声越音害很怕，就大贪声，那个心。病人怎么睡觉？是啊，但是他就要这样，他睡得着啊？他就有的整天都躺床上，他就有时候想睡，就是，但是我们会去给他关小声，但是他不让我们关掉。啊，后来他又拿了几个机子，我看他就有很多拿过来呢。他是上面就写着一个什么叫一本尊，然后我也有在网上自己说那一句啊，他应该是一个日本的一个宗派叫日莲宗。然后。但是一句他我有我，日莲但是宗应我该，我。他只是念《法华经》的，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吧？哦，我有问过那个家属，他说是那个是很，他说是意思就是说很好的，他说是，类似就是他说就是非常好的那一种，他说就是一季嘛，不要担心嘛，你只是工作人员嘛，他们病人家属啊。要你就让他们去播嘛，你不要去抗拒他，没有理由，因为你没有办法的，是，吧？那我他就，们有这个权利的。啊是，但是我就是因为我有看了一些人家网上传播的，他说有些就是乱垫座椅，他说可能会给找麻烦嘛，所以说我内你心没会有有这个念，障碍。因为不是你在念，是那个病人的家属在播放。你不要去担心这个东西，因为你这里身体里面有一种防范，所以结果你就会带来噩梦。其实我相信跟那个咒语没有什么关系，嗯，不要担心它。你只哦，要好的，常常修持心肠，就因是为你这我种。也，工作的，如果你修持心禅，对你有好处。是，师傅，我就是因为这件事，我也有问过一位老师嘛，因为我有在网上，我也有时候也会听一些其他尊者的一些开示，然后我有问个老师，他也叫我修。他有这我是，但是我有修过挺长一段，我是也是修慈心嘛哈，然后好像也不还是我对他感觉效果，就是我进去也还是会怕，因为他晚上播很静，我一听见那个声音我就会抗拒，也不知道为什么。是啊，因为你有一种害怕的心理了嘛，不用担心的，是因没有什么事为，情。对，因为是有出过事故，我就会把他联想到那边，不是因的，为跟他同。你做噩梦跟这个没有关系的，不要因担为有一心。个老人，如果你继续
对他们散发慈心，尽你的责任，照顾，做好你的工作。回到家就不要当成一回事，不要带回家去，就把一切东是西留在你没的养错。老院。你回家就去休息就是了，就不会有好事。的，是，好，谢谢，哎，谢谢师傅。你去微信加我，将来要是有什么事，私下跟我聊。好的，微信吗？有，我知道你的，就是还好，没加。那，你去加我。下一个问题。好的，如果没有，我们就回向功德。来，大家合掌，愿以此功德导向诸漏尽。愿以此功德导向诸漏尽，愿以此功愿以德此功为德正为涅正槃涅槃缘，愿以此功德为正涅槃缘，我以此以此功功德德，回向诸有情，我以此功德回为向正诸有有情。情。愿诸有情众同得此功德。愿诸有情众同得此功德，此功德为感故，恩天法门故，之功德，他们故持佛教。佛教。